你好，我们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6章第一到第13节，说论到卫生徒尊权，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，你们也当怎样心？每逢其二的第一日，个人要将自己的清香抽出来留着，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。即至我来到了，你们写信去见吹，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卷子送到耶路撒冷去。若我 也该去，他们可以和我同去。我要从马其顿经过，即经过了，就要到你们那里去，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，或者也过冬，无论我往哪里去，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。我如今不愿一路过见你们，就若许我，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。但我要仍旧住在一父所，只等到五旬节，因为又宽大，又有功效的门卫，我开了，并且反对的人也多。若是提摩太来到，你们要留心，叫他在你们那里我所惧怕，因为他牢里做主的功像我一样，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，只要送他平安全信，叫他到我这里来，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。至于兄弟亚波罗，我在山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，但是这事他绝不愿意去。即使有了机会，他必去。你们若要警醒，在正道相站立得稳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，犯你们所做的，都要凭爱心而做。弟兄们，你们
小的，啊，不是，好的，第十三到第十三节，阿门，阿肋路亚。所以呢，我们再读一遍，第一节说，论道为圣徒转全，我从前怎样吩咐加塔来的宗教会，你们也当怎样行。阿门。所以呢，在这里，保罗使徒写着关于使徒可能，就是说教会要赚钱，所以呢，能够给那些教会的人，很穷的在耶路撒冷。阿门。所以呢，这个钱从什么地方来？从假外邦人呢？那些外邦人之前就是九月，犹太人没有跟他们有关系，因为他们是外邦人。但是耶稣来了，然后他的圣灵来了，然后彼得在哥尼罗的家已经告诉他们关于耶稣基督。后来外邦人和犹太人在一起在教会中，所以呢，之前的话有他们俩分别，但是现在在教会里有全部的国籍的人，国家的人能够在一起赞美主。阿门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是非常好的事情过去的，因为保罗要拿钱从外邦人的教会，就是说哥林多那些教会要赚钱，这个教会要赚钱，然后给这个钱教会的人在耶路撒冷。所以呢，他要告诉他们要准备一些钱。好了，然后他要告诉加拉太教会有哥尼流，哈利路亚，就是说哥林多的教会，加拉太教会，然后他要去其他的教会，告诉他们，但是全部这种的教会是外邦人。然后之前那些犹太人没有跟外邦人有关系，但是现在外邦人帮助他们跟钱呢，所以呢，就是我
我以为是神的事，神帮神用外邦人帮助犹太人，阿门。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有一些没有钱，没有那些钱，所以呢，他们没有吃饭，需要的。阿门。所以呢，保罗要告诉他们，这个是一个方法，外邦人能够给犹太人看见他们爱那些犹太人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保罗和彼得在一起跟外邦人的有教会的人，然后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一起，他们在吃饭，但是彼得看见有一些很高的领导人他们来了，所以呢彼得不要吃饭跟那些外邦人。保罗不喜欢那个，因为这个是旧约里面的想法，分开外邦人和犹太人。但是保罗告诉彼得，这个不是好的，你应该在一起跟全部的人的教会，如果是外邦人，如果是犹太人，都可以，但是不要放开那些外邦人，要在一起吃饭，在一起赞美主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呢，这个外邦人的教会给犹太人的教会是非常好的事情，给他们看见外邦人有一个很好的心，他们的心里很好啊，阿利路亚。所以呢，他们也能够给外邦人的教会尊敬，哈利路亚 ，Gloria a Dios。我们看见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，在这里呢说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被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阿门。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要管我们家里的人呢，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，阿门。所以呢，跟这个节，我们看见那些外邦人，他
他们选择，怎么可能帮助其他的人的教会，就是犹太人的教会，就是说，他们是教会的人，但是他们很穷啊。然后那些外邦人，我们不知道是他们有钱的人还是不钱的人，但是他们要给，因为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很有一些人他们变成没有钱的人，很穷啊。然后有需要，他们有需要。阿们。阿里路亚。所以呢，我们也读第二节，哥林多前书。阿里路亚。哥林多前书。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，第十六章第二节，第说，这里说，每逢其二的第一二，个人要叫自己的肩上求出来。出来留着，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。所以呢，保罗要来那个地方，但是现在他要在Ephesus等一些天因为他要做了那些他要停留在Ephesus有时间，所以呢他能够在Ephesus停留到五旬节，五旬节的以后要去哥林多，阿门，阿里路亚。所以呢，他说第一天，我们在美国知道第一天是。呵呵星期七，哈利路亚，星期七，那天我们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然后他说要星期七要告诉其他的教会的人。放那些钱在一个保值，所以呢然后保罗来了，他能够接受了他，还是其他的人要跟他一起去耶路撒冷，但是他还不知道他们要他和其他的人要去耶路撒冷，还是那些其他的人要去耶路撒冷。阿们。因为他说在这里第三节说，即至我来到了，你们写信举荐，所以我就打发他们。
把你们的专车送到耶路撒冷去，耶路撒冷去。Amen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呢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他们说这个人，我们知道他有信心，他是很好的人，我们能够知道他没有拿些钱对他自己但是他用他把那个钱，拿那个钱到耶路撒冷，我们知道他能够做了。我们有一个故事在耶稣的时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有12个门徒，一个门徒是犹大，那个犹大，他有时候，他有那个宝，那些有一些人给他。耶稣钱给12个门徒钱，因为帮助他们的做动，他们做什么呢？传道福音。所以呢，犹大他是有时间。有时候他放他自己的手在钱包，然后拿那个钱对他自己，然后一个人能够想想，为什么耶稣要犹大拿那个钱包啊？为什么其他的人要做的？这个故事我们能够学习，因为我们能够放那个钱包跟一个人不是拿钱的人，是一个人我们可以相信他用那个钱，对，教会的事，还是说，他们传道的事，Amen。因为我们看见这里，我们读箴言。第25章第19节，第25章第19节，Amen。患难时，依靠不忠诚的人，好像破坏的牙，挫骨缝的脚，Amen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呢，我们所以呢，他保罗要要有信心观，为了一些人能够跟钱的事有信心，阿里路亚。所以呢，我们也读，第4节，就是说，
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四节说，若我也该去，他们可以和我同去。所以呢，如果他应该去，他要跟那些人去耶路撒冷。阿门。所以呢，他也说第五节，他说，我要从马其顿经过，去经过了，就要到你们那里去。所以呢，他要过去什么地方？在这里第五节说，马其顿是一个地方，提索罗尼加教会在哪边？然后有其他的教会在哪边？所以呢，他能够跟他们一起说，他们可能赚钱一样，给耶路撒冷的穷人，那些穷人是教会的人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呢，我们也读第六节，第六节说，或者和你们同住基时，或者也过冬，无论我往哪里去，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呢，第一个呢，我们知道他要过去那些地方，马其顿。哈利路亚。但是第六节说，或者你们同住基时，或者也过冬，无论我往哪里去，你们就可以给我送信。送信。阿门。然后这个说，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他要跟跟哥林多的教会，他要在那边跟他们什么时候？所以呢，冬天要跟他们在一起，在哥林多。阿门。所以呢，无圣节到冬天是六个月，呵呵，他们有很长的时间赚钱，然后给穷人在耶路撒冷，然后他要其他的教会给腓立比，然后哥林多，然后加拉太、提索罗尼加，那些其他的有五个教会，他要赚钱，给耶路撒冷的
穷人，然后是六个月，但是他冬天要过了，在格林多的教会，所以呢，这个能够说三月，所以呢，我们有八个月，他们能够赚钱，然后去五个教会，五个教会有八个月能够赚钱，然后带那个拿那个钱到，把那个钱到，耶路撒冷那些穷人呢、啊，所以呢，那他们能吃饭，然后有比较好的生活，所以呢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事，因为他说第八节。他说，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，只等到五旬节。阿们。为什么呢？他要五旬节待了天在那个什么地方？以弗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九和第十节说为什么呢？他说，因为有宽大，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。并且反对的人也多。阿们。若是提摩太来到，你们要留心，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，因为他老里做主的工像我一样。阿们。阿里路也。所以呢，有一个门开了在以弗所，为了保罗他能够在那边传道福音。阿们。然后他要提摩太来到，然后他要提摩太做神的工作，但是他提摩太能跟哥林多的教会待了一时间，他要那个人我们看看第十二节，只有兄弟亚波罗，我在山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，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，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。所以呢，这个人是亚波罗，保罗知道，我相信亚波罗是一些人更大的，他不是年轻的人，所以呢，他跟
哥林多的教会能够传道和他们尊敬他们，他，阿门。然后神的话，阿门。但是亚波罗，呵呵，他相信不是时间要等。提摩太他是年轻的，他能够去。所以呢，我相信，保罗要亚波罗去，但是他不能去。现在那个时候，提摩太他年轻，他能去，但是可能格林多的教会要尊敬他，因为他是很年轻的，所以呢，他要告诉教会，格林多的教会也，提摩太是年轻的，但是还需要尊敬他，因为他传道了福音，他做了神的工作，有一样，阿门。所以呢，第十三节说，你们勿要惊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，阿门，阿利路亚，刚强，这个是很好的，刚强在神的话，神的事，刚强的我们的崇拜，刚强的我们的信心，阿门，阿利路亚。所以呢，全部是非常好的。然后第十六节说，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，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神祝福你，阿门。